你好，我叫李海虎，我家有三口人，我妈妈、我妈妈还有我。我是学生，我妈妈是销售经理，我妈妈是公司电保，我妈妈是50岁，我妈妈是53岁。我妈妈和我平常去公园唱歌、看电影和看书。我妈妈最喜欢电影是《Hello Dolly》。我妈妈和妈妈喜欢去墨西哥，他们除了喜欢去墨西哥以外，还喜欢去游泳。我的妈妈最喜欢公园是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。我最喜欢去是 1984。在 VMI， 我是小念，我每天吃点20分吃饭，吃早饭。我每天12点吃中饭，我每天17点10分吃晚饭。我平常睡觉12点，我最喜欢可是游泳，可因为游泳是很有意思，很容易。我觉得我中文是不太好。我除了专业课以外，还学数学、历史和 Army ROTC。我的专业是中文，我暑假要去 Israel。我的朋友是 Emma 从中国来，她是 Brother Rat， 她的专业是机械工业。他和我平常吃中饭，他除了喜欢吃拉饭以外，还喜欢喝茶。我除了不喜欢吃拉饭以外，还不喜欢喝茶。除了 Emma 以外，我喜欢吃米饭、面条和水。谢谢，再见。